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义工利人天。师兄，请问您从哪边过来？哦，板桥教室。板桥教室，你是我们第几届的学员？第几届？27了。27届，没有关系哈，因为第几届其实都不重要，我们都已经进来到宗门来接法了哈。然后我们继续之后的路也是要继续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法工哈。你们早上几点就出来？4:30从台北下来。4:30就从台北下来，是大家一辆车吗？对对。哦，大家一辆车，那蛮多人的哦。大概30个吧。30个左右哈，那这是您第几次来做法工？2-3次了，应该有4次的吧。有4次的经验呢。那之前有？这是2次，阿弥陀法会是2次。我们法会的时间已经轮到2次了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那之前呢？那水陆法会的时候？有1次啊，2次。水陆法会的时候，有水陆法会，讲到水陆法会，水陆法会快到了耶。对，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参加。对，每年都要参加哈。如果大家有要报名的哈，这时候就要赶快准备了。对。那之前你参加过我们法会的工作，还有参与过哪些？应该是这样而已吧。就大部分都是相机组的。对。那真的是，没关系，之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来补充的哈。哎，今天是平日呢，你不用上班吗？请假。请假。我们的法工都特别的发心哈，会在时间，就是因为需要，所以我们年底假太多了，充年假可以趁这个时间哈排一下假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样子的付出哈也是非常的快乐的哈。那您进入我们宗门是什么样的机缘进来？就是也是我表哥也是宗门的，然后有兴趣，然后就进来。对。那你觉得你从学习到现在，我们的易经风水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吗？有啦，多少有帮助，对一些问题可以自己去幻化于未来嘛。对，真的是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自己先问问看再做。所以对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指标嘛，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做决定，要帮我们去决定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您的布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哈，很高兴在这边遇到您。您今天是来做法工的？是。您从哪边过来？板桥。板桥教室，因为我刚才远远就听到说班长，所以您是我们板桥教室的班长了。对。今天带着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做法工。我们今天来了多少位法工？29位法工。29位，全部都是我们板桥教室。对对。那我们今天负责的工作是？我们就负责供果。还有那个厨房就是这样。这些工作在您之前。对。您是我们第几届的？我们是21届的。21届的。对，因为当班长资历一定都比较深的。那我们做法工的经验也特别的多啦。对。那之前有参与过我们什么样的法工工作？几乎都有参加啦。只要每年我都带队过来，这样已经带了7-8年了。真的是经验十足了，我们需要做哪里，需要做什么事情您都晓得哈。对。那当初您怎么进来我们宗门的？就是机缘吧，就是人家介绍啊，就是一个机缘就进来我们的宗门，这样一待就待了将近7-8年左右了哈。那
对于这个易经风水，你觉得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实质上的帮助？有很多帮助啊，你就是周围的环境啊，还有亲戚朋友啊，有些困难啊，还是怎样，我们会的，我们还是会去教他，还是会矫正哪里有位置不对，还是怎样啊？不是，我们不是说很会，但是最起码我们，会一点点啊，但是有不如法的，我们会跟他讲一下这样啊。对，因为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的话，这除了自己改善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缺点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。对对对对。就像来做法工一样，都会特别的快乐。大家法喜的做法工啊。我们都早上都4点多就过来了，从台北过来到这边的6、7点了。因为我刚才就有听到我们的同学讲说，哦，今天4点多就出门了，其实晚上根本就没有睡。对啊，对啊，整个晚上都没睡。但是大家的精神还是很好的，大家都做得蛮快乐的。对，所以说今天好一天的法工嘛，所以我们整个圆满的时间会到差不多到。晚供啊，晚供完之后，然后再洗这个餐具，洗完之后，对对，全部都完成，我们才有回台北这样。对，我们大家就是快快乐乐的出门，對對對，然后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、高高兴兴的回家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非常感恩班长您的护持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姐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姐今天来做法工，是您从哪边过来？我从板桥。板桥，台北的。是。那你刚才讲说你是临时决定今天要来，其实不是，是上个月就已经决定今天要来，然后是临时来做那个文书摊的这份工作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们的法工工作有很多种哈，那可能这边您是第一次来接触。不是，这个道场已经接触有6年多了。所以你其实我们的法工工作您都非常的清楚了。大致。因为您是我们第几届的学员？其实我是中间有停顿下来这样子，没上课。那我是104年的时候，8月14号上土城的安心道场初级班21班，然后后来就是身体不适，然后就中断，然后就这个这届28届在读，万华教室这样子。那也是很好啊，因为虽然说中间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阻碍哈，身体不舒服啊，或者是有的是因为搬家或是怎么样哈，没有在原地方再继续就读，但是我们的缘还是都在的。是是是，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接我们这个缘哈。那今天很高兴师父的法这样子，很开心。那大家就继续来这边来接续这些的工作。工作哈，是。您接触就是进来，当初是怎么进来我们中门的？机缘是什么？机缘是因为看那个维新圣教的师父哈，在那个上课，或者是说他在讲一些那个经典的时候，还觉得蛮有那个。很慈悲这样子，后来呢就进来了这样子，进来询问这样子，然后就进了。因为我家是住板桥啊，所以那时候也不知道进哪一个教室上课啊，后来刚好看到电视上写说土城安心道场刚好8月14号要那个开课，那我就去询问，有没有那个可以那个进来上课？他说欢迎欢迎这样，所以就进去上课了这样子。这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机缘哈。对对，也很开心，也很发喜这样子。
那我们的法务工作其实蛮多种的哈。那你今天来接触到这个文书的部分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？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？难题啊，还是特别的。有，就是没有听过。刚刚有位师兄，他要问说他的土地公刚好迁移，那我不知道要拿什么文书给他填写这样子，所以就请教了那个教务处文书组这样子，还要请教那两位那个法师请教他们这样，所以他们帮忙协助再找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总是会有很多人都有一些特别的事项，或是说他们想要做的联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对，我们要特别要找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哦祖先啊，这单纯的，好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家人啊，这单纯的啊。对，他是因为说是土地公刚好迁移，然后刚好台中圆义法师请他来这里超度这样，所以他刚好来的时候，他询问要写哪一张的文书。那因为我看看文书这里就没有，就没有写土地公，土地公的文书，那怎么办？后来呢，就请教法师，那他们也找不清楚是哪一张这样。后来他们就请我上去，他说去教务处去询问这样子，所以我才去教务处询问文书组，请他们下来帮忙那个，所以他们就下来解释这样子。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是拿哪张？结果土地公的是拿哪一份？特别的。是这一张，对，好像，对啊，就是这一张，这一份特别的，对啊，就是祈佛超荐回向祭文，它是祈佛超荐回向祭文，那这是做大莲会的，然后它就是有什么那个诸王灵啊，那因为很多从来没有遇到过有这一种的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这是。因为要超度土地公，他迁移嘛，对不对？土地迁移，土地公要迁移这样子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不知道要拿什么文书给他，所以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这样子，这也是难得的经验嘞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可以学习到很多，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个归位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论有什么样的状况哈，只要你跟我们的法师有请教过哈，我们这边的莲会真的是很多，对对对对，啊，都是可以去认识的。啊，刚刚也是他们三位要帮忙这样子，嘿，所以今天来这边真的是收获蛮多的，对对对，很开心，很开心这样子，很开心这样子。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师姐您的护持哈，我们每次。的法工，您都要来参与喽！谢谢阿弥陀佛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师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哈！所以要跟他一起来做法工嘛？对。另外一位过来。板桥，板桥教室。对。你是咱第几届学员？20届。20届，20届就有一点点资历了哦。但是年纪大，比较迟钝。不会啦，其实我。对，我们来做法工，就是大家都快快乐乐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今天你们法工的工作有哪些？有，就香积子这个内坛，还有厨房，还有文书这边。嗯哼。所以你今天跟刚才那位师姐一样，都负责文书的部分。有文书，对。那这个文书的部分，因为应该。都知道了。有一个那个教务处一个小姐来，有来一个师姐来，来先给我们了解一下。就问太多了，没有第一次念台我尝试了，这个是第一次啊。嗯。也看一看啊，都有写，很明，都标记的很明显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来这个应对。
因为我们的联位有很多种，所以需要用的文书也都不一样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刚开始来这边服务的时候哈，都会跟我们解释清楚说，哪一个是哪一个联位是使用哪一种文书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今天来这边的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嘞。对，也刚学习不少。第一次接这，华工我是每次都有来的，都有来参加这个。啊，这个工作是第一次嘛？那之前还有就是有什么情况？啊，这个华会的战斗卫兵呢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护坛。护坛呢？护坛呢？有都很多，做很多了，还有花那个补那个华会做完了，不是回去那个贡品，贡品捕捉，都有做过，收捕捉，都有做，那花金子，花金子，都有做过，这些工作都是非常的特别，因为这个在我们一般在家里是做不到的呢。对对 对。所以我们都可以大家发心一起来这边参与这些工作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您当初是怎么进中门的？当时是台电退休啊，没有事在家就是带带孙子啊。我太太一个表妹，然后介绍，你要不要写意见啊？我什么意见？啊，你来看看嘛，好啊，就在板桥。礼拜六我没有事，礼拜白天和白天好那个。啊，对这个我感兴趣的，就好，就一直开始就第九年，第三进第十年了，二十一年第十年了。对呀、很快。那你觉得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帮助吗？家里平安，身体健康，这是事实的。因为这个什么九龙志啊，大田那个王禅老子，大田那个就安坐了，我都那华会都有参加了，都有参加，都很好，玩得很好。这些年时间哈，我们大大小小的法会、大大小小的活动，您都有参与到，都不缺席。对，因为我们的法会活动真的是都非常的殊胜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有什么？以前是一个礼拜，现在我们板桥是比较三年一次那个花金子，我都他都不会缺席的，反正现在岁数都不会缺席。老子慈悲对我们家庭这个很好啊，小孩乖啊，孙子乖，这样的感觉，像微信中是很好一个大环境，一个家庭。老师常师傅常讲说，终身学习啊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对啊，就没有就是这个观念上就坚持着这样子。那您的家人呢？有没有一起来参与？没有，我自己来。自己过来。对，那这个我们的活动，家人也都知道嘛。有了，我们他也都赞成这个了。他有兴趣，你就继续，你就。不然年纪大就是这个兴趣就是，顺便可以动动脑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上课不缺课的哦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始有终啊。老师是终身学习啊。对，终身学习。那老师讲23年，我才不到，才不到10年，还有13年的时间呢。我们要一直努力的继续学习哈，每一次的法工我们都要来参加。我学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师兄您的护持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姐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哈！刚才我们有这个妈妈在那边坐得很正，对，我终于找到了另外一半。师姐，您从哪边过来？中港道场。中港道场，你是我们第几届的学员？第四初级班，初级四班。好。他现在今天带着妈妈一起来。妈妈这次已经来第二次还是第三次？我每次来都会带妈妈过来。每次来做法工的时候，都会带妈妈一起过来哈、一起来运动一下。对、然后这边空气也很好，然后让那个我们那个王禅老祖跟他加持一下，让他身体健康。对，妈妈看起来身体就很健康了。80岁了，妈妈。对耶，看不出来耶，今天身体真勇敢呢。常常来这行行的，袂歹呢。大家坐我来，我来。女儿有这个孝心了哈。妈妈，对呀、想说哎呀，妈妈身体健康，我们就很高兴。那您当初是怎么进入我们中门？
当初其实是一个师兄，对啊，想说就要开班啊，叫我去试听啊，我觉得很不错，就是一个机缘啊，就蛮有福报才可以进这个，哎呀、啊，对，所以带着老菩萨一起来，对对对，上课的时候也带着妈妈一起去，有时候上课就带她去啊，哎呀、啊，我说去就带她一起去啊，她 OK， 嘿，妈妈都觉得不错啦，对，因为我们去道场走走啊，然后去那边让老祖师尊看看啊，对啊，然后师兄姐他们都很好啊，对对，妈妈所以很也蛮喜欢来的。那师姐长得很漂亮，因为我们今天口罩盖住了，然后看不太清楚。师姐更漂亮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来，那师姐我们跟大家报一下您的大名。哦，我叫李之瑜。师姐，李师姐哦。哦，我们每次在这边做法工哈，遇到，因为我记得上次在学院的时候也有。上次你们有去那个圆普法师，但应该有遇见过，对呀、啊。那我们法会的时间会来了很多的人呐、啊、哈，那大家都会在这边碰面，因为有缘嘛，对，所以一起来这边做法工。那记得以后有机会哎，嗲嗲来哦。好，谢谢谢谢师姐，感恩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恭喜我们第几届的学员？哦，19届的，19届的学员哈，你贵姓大名？我姓陈文泉。陈师兄哈，那这19届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哈。我咱做法工的时间你拢有来吗？时间上会拄好就来。会拄好就来，像讲今仔日平日啊，啊平日你敢爱去啦？啊，因为我即马每天都星期天，所以我都来。啊，以前是。以前是因为阿哥你上班，所以就是时间上会拄好。嘿、啊，七个啦，七个甚至上啦，七个好势请假嘛来。对，因为我们来这边做义工，就是一个无私的付出嘛，哈。只要你有时间，你觉得允许，哦，就算没有时间，我也可以请假一起过来这边服务哈。啊，咱做法工的工课做多啊，做多种啊，除了香机组啊，要顾八种，你敢要做有做过其他的工作吗？一般拢。拢伫楼顶嘿，都是香机组的部分比较多。拢伫楼顶啦，啊那楼卡就较少。哦，都是上面。楼上啦，那个端菜啦，贡品，打桌还摆贡品啦，摆那其他的呢？其他有我们工作很多种啊，有那个文书的部分啊，那也有画金纸啊。哦，那个都还没有接触过。画金纸的还没有，发金纸的倒是接触过，那都是其中的一些工作啊，我们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了，所以来做法工您很快乐啦，哎呀，很讲欢喜就接落来啊，所以我们只要有时间，大家就一起来付出，好，来感恩师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来到这边一定要选，我怎么觉得他好面熟、啊？对不对？上次有人让我访问过，上次在那义建大学那边。对对对，我一直看到，我觉得好面熟啊。那今天，我们99法会的，今天的法工，所以你们今天也来，对，帮忙。也来帮忙哈，觉得工作已经到一个段落了，所以现在趁空档时间在这边哈，对对对，稍微休息一下哈。那我们今天来了多少人？8个。八个中心道场嘿，中心道场来了8位师同修哈，有师兄师姐哈，那由圆净法师带过来，对对对，那这整个过程啊，这真的是不用说，我知道这师兄他真的是很护持哈，很多工作他都会热心的参与，对啊，过来护持啊，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您，再次遇到您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。感谢